聚集各领域的思想家与行动者。我是庄心如，我是林东奎。他的心境不同，他的展现也不同，他的情绪不同，他的变化也不同。他一个帖子里面竟然有七种风格，而这个变是一种创造性的变化。王羲之每一关都打破的。传播知识的殿堂，与世界接轨的桥梁，人文讲堂。